最近有想买什么东西吗？我最近吗？想买东西可多的嘛，比如说房子啊。那我们现在可能就直接离开了。房子，你说那下一个都是车子。可是我说我想要法人鞋的，老爹鞋会买吗？我会买啊。可是你就要在五分钟内找到他。5分钟之内啊？对。真的吗？可以。啊，我刚说8分钟哎。八分钟，其实你用稍微跑一下，应该5分钟就觉得到了。我觉得很累。那没办法，我这样的身材要跑更累。这是我10年第一次跑步，快死！等一下，我多给你1分钟，等一下我。OK， 你一条，你赢了。哦 ，OK， 直接买单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蹦班，那又来个新的企划了。那这企划就是跟上礼拜的情人节有点关系。最近很多人到我店里来买一些情人节礼物，女方都会反映男方买的礼物不是这么理想。我们先来台北，实际来找一下路人，询问一下他们最想要男朋友送什么礼物。然后呢，今天最重要的是，那顺便来玩一些游戏，玩一些挑战赛，我来充当一下那男朋友送他们心目中最想要的礼物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找路人吧，走。你们在一起多久？1年半。一年半。对。好，你们几岁啊？23。哦，好。你们上个礼拜有过情人节吗？没有，因为都在上班。2月14呢？2月14有吧？有。那2月14是他送你礼物吗？对。他送你什么？迪奥化妆包。哦，迪奥的化妆包。对。送不错哎，你对那礼物满意吗？你心里有没有更想要的东西？你说实话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这就是要实测。现在还好，一时想不到。你下面目前购物证没有东西吗？有。有东西吗？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吗？就是小女生要的东西。红包组，算也不少哎。玩不完的，现在哦有玩完了。我看一下，我帮你全部打勾。你知道我本来计划是会看女朋友喜欢想要什么东西，在那边找。找到的话我就直接买给你了，因为我看你上面的东西应该这边都找不到。对，那我改一个游戏规则好了，就是我现在玩一个比较简单的游戏，只要你赢我，等一下你这个上面就全部按买单，然后我来帮付钱，剪刀收布一把定15亿，赢了我就买单，最快啊！好，我的剪刀收布比较特别，好不好？就剪刀收布，那就由你来。剪刀收布就是我们赢抢3为主，谁先赢3把谁就赢。那我希望你赢，但是。我剪刀布很少输，好 ，OK 啊，剪刀石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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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办？我赢了，早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胜，剪刀石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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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赢了，好了，买单了，3198加905，4103，给我4103，3块你自己出，面试前恭喜你。啊！祝你们荣誉爱河，拜拜。有过上个礼拜那个情人节啊，白色情人节没有？那2月14有过吗？没有哎，我们远距离，很少见面。所以，如果今天你男朋友想要送你生日礼物，你会希望他送你什么吗？有什么牌子的香水吗？我其实是香水，放些牌子都可以的。5分钟内去找到他，我就买送给你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我是代言人。我也不是啊，所以我不知道这边哪里有。可是你说是香水控，基本上那排行榜上面的香水应该都有吧？我现在看有哪一支比较特别的，蒂芙缇你有吗？这支就没有。叫蒂芙Queen，有点难念。这个是现在也是跟潘海利根差不多同等级的香水。这他运气很好，就在前面而已。他慢慢走可以走到，你可以挑吧。你认真挑。我没有骗你啊，真的，你挑。选定了吗？选定了。OK， 那把我选上。好了，这边最后还是祝情人节快乐。你有没有期待过说男朋友送？蛮常送礼物的。蛮常送礼物的。那他最近一次送的？要拿口罩吗？还是这样可以？可以啊，没关系啊。我们不是那个。那我拿这样手。好，请说。他有女朋友呀？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觉得我好认识他。所以男朋友上次送的礼物？熊没有包包，熊没有包包。你是出来逛街的吗？没有，刚上完体育课。那为什么你们是没有固定过情人节？因为
因为我的生日跟情人节很近，然后我觉得要过生日要过情人节都非常有压力。他有压力，我是没有压力。比如说要一直出去吃饭，我其实比较喜欢待在家。好，那因为最后就是访问完了，我们通常都是问这个问题：你最近有想买什么东西？我最近吗？想买东西可多的了，比如说房子啊。那我们下一个可以直接离开房子，你说那下一个就是车子。可是我说我想要把人直接打老板，老爹谁会买？我会买啊。可是你就要在5分钟内找到他。5分钟之内啊？对。真的吗？啊，总共说8分钟哎。八分钟，其实你用稍微跑一下，应该5分钟就觉得到了。我觉得很过分。那没办法，我这样的身材要跑更累。那你会跟着我一起？当然会啊，因为我帮结账啊，不然的。可以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计时。开始就直接。所以你的目标就是巴黎世家老爹型。对，因为现在我觉得最好取得，感觉上面比起熊那种之类的更好取得。的确比较好取得，因为它一定有。好，计时5分钟，他只要达到我就买。开始，走。你知道巴黎世家在哪吗？在附近微风。看我这知道。这是我10年第一次跑步，快死！好累。等一下，暂停！我多给你1分钟，等一下我。不是，你一定来得及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暂停的，不用紧张。只要我多给你，一定要等我。到了吗？到了吗？应该到我的，在里面而已。OK， 你可以聊了，你赢了，可以。你知道你想要的。我大概应该有20年吧，我。没有。哦 ，OK， 直接买单吧，直接买单了，他尺寸就直接买了。好，情人节快乐！谢谢。不会。谢谢，你是我爸跟我男友之外送我礼物第三个男人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好开心啊！那其实从这些人的礼物看得出来，其实如果男朋友要怎么知道女生喜欢什么，要怎么送礼物，其实。最简单的方式是偷看他的手机去啊，那这也是我常用的方式，不然除非你很了解他的个性，不然我是认为说男生在送女生礼物的时候，其实要去多观察一点，因为你喜欢的东西你有另外一半并不一定会喜欢，